你好。Go go go！ 硬虫 ！Go go go！ 等，打！这样你们都带这么多人来，好，这个解决。等下还有，举好。他快死了，那就是吧。哎呦，好了，又一个。等，降，这样去小盾。我没体力，我不能打了。这样举好。好，我知道，知道。衣服赶快扒起来，衣服赶快扒起来。先上来吧。先上屋顶休息一下。你们有拿到警棍吗？这里我再来一根。你也可以拿这个，也可以拿袜子，袜子也有伤伤力。下去了，一把还有警棍。等一下，我的体力还没恢复，我体力才14而已。我才四十。48。我体力现在还没恢复，我就找个地方坐着。坐着有吗？好，有，会比较快吧。有哎、欸，两个跳。哎、欸，我们穿这样会被打吗？你们来前面车厢，前面车厢可以坐着，坐着可以回东西。这边也有坐着正在坐。好，这是警察好像来了，等一下。坐我们这边嘛，来我们这边坐吧，这边是。对啊，过来，右边，够够够够，快来右边，过来这边，酱油够，酱油来了。我们这边包厢，对，哇，高级耶！坐着，休息一下。啊，87滴血，87滴血。好了，这有什么？我体力还没满。哎、欸，隔壁那个箱子，左边箱子有那个，有什么？医疗包。哦，100滴，先干掉他。我体力差一点点就满了，再做一下，先扁他吧。好，走，不要理他，走了，往前。我不能扛了，等下就是要轮流打。哎、欸，我扛，拉出来，我扛。他到底看谁？打他！好。哦，两个。我打死！好，可以，摸。走喽！哦，难以置信！哈哈哈！我们是不是太快了？全都上来！噗噗。噔噔，控制机。哦，那上面写控制机车。我还是负责死啊。F， 评价 F。但还有类似那么短的吗？比较简单的就是沙漠吧，沙漠我记得有个地方可以直接挖出去。对啊，沙漠挖出去就好了。对啊，等时间差不多我们就直接挖出去。嗯，好。看一下哦，小号小飞利摩空哈哈，新的监狱解锁，意向号，哇哦，我那很太空了吗？空军犯罪，17区，这我都没玩过。嗯，那个是比较难的啦。对，那个上次好像花了2个小时，真的是没有目的，不知道在干嘛的。嗯，好，之后有机会我们再玩那种。太空不知道怎么逃的。嗯。那现在要再跑一关吗？再跑一关嘛，我开个一关比较简单的。好。啊，忘记开成线上模式了。哦，吃大波路真的头都会晕哎、欸！呜、哦，我被下药了。是的，嗯，早点睡，明天早点起来去滑雪。滑雪？走喽！冰原呢、啊？
下午、嗯、我们下午我他自己有要一起吗？好啊，明天下午、哦、酱油嘞？对，下午 我没有收到，我下午三点要，不是啊，滑雪啦，滑什么雪 ？Ice Bomb 嘛 ，Ice Bomb 啊。可是我说我们明天下午三点要去健身房。哦，你明天下午要健身房啊、哦？对啊，三点还是我们十二点就开两个小时？也可以，可以。我要了，我都要了。嗯，好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点名了，进来了，进来点名了。哦，然后酱油这一关呢、啊，比较麻烦是有感应器。很多感应器，你身上违禁品走过去就会叫了。是啊，对。然后这关你被通气的话，直接狙击手在空中射你。哇！点名，点名，点名，点名。制造骚动，不要制造骚动。不过可以绕啦，有些地方可以绕。嗯。啊，你说那个绿色的那个是不是？对啊。对。吃早餐，右边。噔噔噔！你装牛奶。噔噔噔噔噔噔！找东西喽。嗯，在哪挖？为什么在隐约的工作台？杰瑞的工作台是什么呀？刀片、管子。这个、电线在我的工作台里面啊。对，我的。制作双节棍，嗯，那我弄个巧克力棒没问题。巧克力棒，要许我房间，我房间在这。哦，工作在这里啊，在那边。身上有违禁品啊，不能经过这个。你可以放地上。我知道了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赶快去，快、啊！我找到位置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工作哪里？然后你已经找到了。对，我记得在右上角那个可以拉开的门那边吧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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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嗯。Mark， 找个，哎，点完了，看有没有铲子可以做。低阶铲子，镐子还是铲子啊？你记得吗？要选二八十，嗯，给你，在这里，我要先。刚才白天说什么？嗯，我说是稿子还是铲子？你有印象吗？忘了。嗯，先提升智力。啊，这里。啊！图书馆这门还要红色钥匙才可以进去哦、喔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一楼一楼楼梯上面不就有书可以看的、啊？对啊，这里啊。楼在哪里啊？一楼楼梯的上面啊，这里啊。哦，我還没进来过。你在这边啊、哦？我记得里面它不是会附赠一些东西在底下吗？对啊。白痴哦、喔！锻炼时间。其实我真的可以出去了、欸。对啊。哪里呀？我很好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图书馆上面。你不能，你不放我出去吗？啊，对呢。会小。嗯，可以等时间快到再出去。可以啊。嗯、不急不急。可以晃一下。去锻炼了，不要看书了哦。书。可能。
我身上有没有违禁品？没有，没有。叫娇娇秋风，等一下，这谁？等一下，杰瑞，怎么了？啊，杰瑞的任务是要娇娇秋风，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！狠狠叫！等一下，杰瑞，你又想打 Moco？ 你到底是谁啊？哎，每次讲话都不一样哎。都是打人，但是每次讲话都不一样。哇哦！哦，杰瑞好凶哦，凶巴巴哎！乱源，这样不优。嗨，杰瑞，教训哲平那个恶霸。他每次讲话都不一样，你放弃，然后再重新跟他讲，他又会不一样，啊、又说他打不通人了。他想打的人也太多了吧？在锻炼时间制造骚动，剪辑师的逆袭。我要木料变现。木料有啊，木料还蛮多的。我先四处晃晃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任务可以接。那有个任务走下来。嗨 ，Moco，Moco 你要干嘛？哦，糖哦，拿一块糖过来。好，楼上 ，Moco 不要再吃糖了啦。会蛀牙哦。哎不行进去，哎呦，蛀牙是其次啦。哲平出来啊！等下是上楼吗？楼上哦。是啊，哲平你出来啦，哲平。午餐时间，午餐时间，吃午餐咯。那我东西可以先丢地上。你是谁啊？好了，上午餐了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是你的。宝宝，宝宝什么喽？医生装扮好。我先去拿一块糖哈。来，德平，你的鞭子来了。从杰瑞取回梳子。谁的绷带啊？我的，那瞬间出现了，跑到我的服装子里面去，对啊。这里，等下这怎么拿啊？哎，这位置要怎么过去啊？上楼，点名，我精品收好。点名，好，点好了。等下这要怎么过去？嗯，哲平，你在哪里？这里。啊、算了，先做别人的任务。这个，他感染一个奇怪疾病，需要一个管子帮他治疗。管子治疗？根管治疗吗？蛀牙？啊？需要管子来治疗他的疾病？你是什么管子？你是为什么要管子？波波拿了护士服，从一个桌子取出。拍谁？啊，拍谁了？玩出剑啊！有人打到了哦！玩出剑了！我听到有 poke 的一声。哇，好多人在追你哦！玩出剑了！我按错了啦！下面口哨啊，下面口哨啊，去吹啊！啊！等一下，是我要怎么上去拿啊？一车一头拉骨，店名是什么？臭人！
我要去哪？我怎么去对面那里啊？哇！啊，好啦，玩过全部的乐器有成就了，要不要玩一下啊？好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刚跳出成就了。你是什么颜色啊，立队？黄色。黄色。有吗？酱油？没有哎、欸。嗯。谈久一点呢、欸。啊，工作时间啊，北汽哦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打屁哟、喔！干嘛？没有，我没跳成就。啊、你干嘛？这里还有一个，我嫉妒我会乐器是不是？只有五个吧，五个乐器吧，五个啊，五个啊，五个、啊，我都用过啦、啊，没有没有东西、啊。还是我弹的比较久啊。啊，泽平，哦，泽平在这里面。哦、啊，弹一个一分钟。一个弹一分钟 ，H O U R 什么意思？因为时间哦，有了，我跳成就了。哦，有好有好有 ，hour 一小时哦，一小时啊，是该不会游戏内时间一小时吧？有可能哦。那我来弹一下。刚叫你弹不弹，现在才弹。有，刚有弹啊，后面我去工作。呀，猫口要我去拿的东西，它在红色门里面，我进不去啊。不要了，不解了，不解了，不解了，取消。洗个澡哈。我想要弹别的。怎么了？啊，胶带是我竞品啊！啊，对不起。啊哇，你好想哦，你每个都踩哦。对，现在都想全部踩一下嘛。我想都发生什么事了？啊啊啊啊啊啊！还想做 啊？哎，晚餐时间，医生，我要吃饭。哎、欸，医生，你的医院在左上角，餐厅在右下角。我保你还有什么？垫子 ，OK。带垫子的囚犯服，好哦。好远哦！可以。你好，你好。F 三加 F 二。F 三加。哦，谢谢。一下我的胶带被胳膊被收起来了吧？胶带是在右边房间啊，正在保管室了。哇哇，你这任务没有了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我们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来，我这来我这。哥哥，我帮你开门。算了，穿这一件。音乐来哦。哦、啊，我在走了，我在走了。酱油来哦。酱油走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你会变魔术、欸？哎、欸，你们在哪？我找一下。上面。我去带他，我去带他。欸、你不要玩我的体力，等下会不够。等下挖东西需要体力。我往上走了。这里，你看到我吗？在这里，进来。小地图。走，上去。感觉要稿子。这边。其实它是里面的东西就直接够了吧？啊，不是啦。哦、oh. ，下去！哇，这里是铲子，高子铲子都要拿吧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快过去！哎，小出来了，地上有高子铲子都要拿哦。每个人都要吗？他就只有几只而已啊。哦、oh. ，要挖同一个哦，不要浪费哦，可以直接出去。找看有没有稿子。好像没有稿子了。
应该就那几只吧，右边那几只没了。嗯，我带这个拖把东西带走。走。好开心哦，还有一只让你这边好狗子，这边好狗子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好了，锵锵锵！创世神，我们在挖矿、欸，出去喽，走喽，走喽！哎、欸欸，来下面来一个，走喽，走了，出门喽！最简单的一关，对，耶、yeah ，好喽、嗯，有够简单的、欸，真的就是找到稿子就出去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这只要你从哪边下到底下去，它下面东西都帮你备好好的。这个一定要两个人啊，两个人以上，搬进不来。这是在干嘛？怎么可能？这样又被踩扁了。哎、欸，被抬回去啊！抬回去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酱油嘞！哎、欸，酱油嘞！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没做事啊！阿力郎嘞？你是没做事，所以不是算在里面吗？我过关嘞、欸，为什么？可是我们前段画面没有你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对啊。可是我看我们四个都有啊，然后我按继续就没了。哦，你是太就上面只有我们三个。我被排除了。对，可能觉得他没做什么事，就直接把他花掉了吧。对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啦，今天到这边啦。感谢收看，休息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露营喽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明天早上就是八点后吧，等《魔物猎人：冰原》一出就开始玩。啊，那个我也没有很认真在看人家玩啊，因为想说后面自己会玩到就没去看了，所以很多装备啊、用啊怎么打都不知道，所以明天早上再有空再来挂台就好了。嘿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我要睡觉了。吃大波露巧克力头真的好晕哦、啊。